面上可以看到一辆银色轿车停在路口准备左转，但在转弯途中一辆机车突然高速撞了上来，其实瞬间消失不见，被卷入车底，机车则在马路上滑行，而白色轿车也赶紧停了下来。意外就发生在台北市林区，周五晚间七点多，正逢下班时段，一辆银色轿车行经中城路一段，与一辆直行机车发生碰撞，二十五岁的黄姓女骑士当场被压在轿车底部，路过民众目睹全程吓坏，赶紧报案。警消人员到场后，立刻出动破坏机具将人从车底救了出来，发现女骑士意识不清，火速将她送医急救。可以看到车祸现场一片狼藉，女骑士的机车倒在马路中央，已撞成废铁，全毁变形。至于确切的车祸原因，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。